好了，就没我白玲珑修不好的电器。喂喂喂喂喂喂，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喂喂喂喂喂，你这玩意儿根本就没声啊！我是，不应该。野人，野人，我是野人张惊讶，生存大师张惊讶。听到请回答，听到。你给我弄坏了，我在。喂喂喂喂，玲珑啊！我说你手真挺巧的，你说这么多乱七八糟玩意儿，你是怎么都塞这盒里的呢？上小学的时候吧，哈，家里穷，然后呢，我想要台收音机，我就趴窗户把我们学校那个广播台给拆了。那后来录音机拼成了吗？结果不重要，反正两个礼拜没做广播操，那个同学们都比较崇拜我。装装的，没事。哎呀，喂，白忙活呀。喂，等会儿。喂，玩啊。喂，这玩意儿就是欠打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喂，哎，喂，你别光喂啊，你说点有用的，别让人以为咱们是野蛮人呢，让人知道咱们是文明人。快说点。对对对，我给你保持那个信号啊。那我唱首歌吧啊。但我没说。这，我给大家科普一段那个电气工程。快！信号说不定一会儿没。电流，当我们合上电源开关的时候，电灯就会发光，电炉就会发热，电动机就会转动。这是因为在电路中就有电源的通过，电源和电流。有声是有声，太累了。你做这玩意儿是无线电吗？这玩意儿就是个健身器。天，玲珑啊，就像你这么通会儿信，咱们都得累死。你这你来吧。不是，碰我。这玩意儿比收音机难修。起子啊！这，哎呀，螺丝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喂喂喂，喂喂喂喂喂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唐欢，非常高兴在电波中与你相遇。那节目的最开始呢，送给大伙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，叫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。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我要送给谁呀？送给。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一位叫俏俏的小女孩，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，就把这首歌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送给俏俏。 Morning， 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 Come on，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怎会让你的眼泪就在风中颤抖？耶，一起来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怎会让我的无敌手在空中颤抖？
颤抖。好的，我们这一期的空中点歌台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辛苦了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